在是卢旺达，都是怎么买香蕉的？我们在路边碰到一个卖香蕉的地方啊，这么多香蕉，各种香蕉，不同大小，不同品种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一串1500，这么便宜啊？便宜到你怀疑人生。这个好便宜啊！买。结账了吗？结账了。这边是有各种香蕉的，这个是饭蕉，是专门用来做饭吃的，可以煮着吃、炖着吃，当主食吃的。哇，这么大串香蕉才1000卢郎，这么便宜，买。1500一串，小香蕉只要1500，那我们买3串。可以吗？妈妈，我带你。什么可以的？这么多香蕉，随便挑，随便选，都特别好。这大路宽的肯定。才2000卢郎，这么多，买。我们今天买了这么多香蕉啊，总共是买了3种香蕉，开始装车了。总共多少钱？我买了一车香蕉，才7500卢郎。今天是香蕉大丰收的一天啊，真的是一车香蕉。这里的香蕉真的超级便宜啊。这一块是一个香蕉产地，我们下次再来。